菲碧晒与杨幂庆生美照，两人几年的变化让人瞬间哑口无言，网友刘恺威偷笑了。菲碧晒与杨幂庆生美照，两人几年的变化让人瞬间哑口无言，网友刘恺威偷笑了。9月12日是杨幂的生日，作为娱乐圈的一线女星，杨幂的朋友很多，公司旗下的艺人都准时在零点为大老板庆生，迪丽热巴也是其中一位，而身为老公的刘恺威却没有任何表示，让他们的夫妻关系遭到了质疑。其实网友很早就质疑过杨幂和刘恺威离婚的事情，只是二人都没有做出过任何的回应，所以一直不知道准确结果。这一次杨幂生日，刘恺威直接没有任何表示，是不是决定要宣布此事了呢？除了刘恺威，唐嫣也成了焦点，因为他